这一次要实况的游戏《小红帽之狼》，就延续上一次的那个记录。阿神嘞，阿神出门了，阿神嘞，继续。这样子到这个，然后上一次就是罗塞塔就晕倒了，睡着了，表情很温柔。现在必须要让他好好休息。早安喽，收到了大量的乐谱，猎人通讯、猎人公会通讯，这个已经看过了。说不定是我的爷爷或是奶奶的，说不定我的爷爷或奶奶是狼呢，有点可怕呢。琴键上堆积厚厚的灰尘，收纳着衣服。那边原本是外公的房间吧？有个药箱，占卜游戏中使用的水晶球，好像是给小孩子读的小说。有小男孩和玫瑰的插画，薛里家的一张纸，罗塞塔。练习的签名吗？怎么总觉得怪怪的？Rest， 不懂。一定有古怪。玩卖家家酒用的砧板和菜刀。好，这边应该就没有什么了。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事呢？若是耳朵或鼻子的话，我很有自信就是了。对了，关于事件的线索或许还残留着什么也说不定，所以我现在要自言自语。事件的线索，就算一点烟雾也没有，发现吗？总而言之，再去调查一次能进去的房间吧。门底下有个东西很醒目，为什么这地方会有绳子？这个肖像画以前是挂在哪来着？果然还是很显眼啊。写着哲学，冷掉了。掉了一张纸，学员的入学说明会。能够与有着大自然恩惠的环境中学习到一身知识与教养，备有完善的宿舍，借由共同生活加深亲密友谊。很远的学校啊。罗塞塔在那就读吗？青铜制，装饰着朴素的野花。玛丽婆婆，玛丽婆婆居居了。然后佣人的房间，有一本日记，读日记。这个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没有读过这个日记？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可以再看一次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在玛丽婆婆的家作为负责家务工作的住宿帮佣，因为第一次离家，多少有些不安。不过玛丽婆婆很亲切，所以把雏菊带来这里一定也没问题吧。关于一般的家事工作，母亲给我的训练看来是奏效了。麻烦的是药的处理，怎么会爆炸？目前暂时不要进出药品保管室吧，必须来学习药的相关知识。挂念着玛丽婆婆的身体，得赶紧把药的使用方法记起来。
自从他生病以来已经过了半年了，看来半年间他一个人工作得很辛苦。玛丽婆婆的孙女过来玩了，是一个叫罗塞塔的七岁女孩子。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吓了一跳，轻飘飘的金发以及一双咕溜溜转的眼睛跟雏菊一模一样。作为相识见面礼，我把雏菊送给了她，虽然有点旧，但她很喜欢。她好像喜欢苹果派，这次就来做给她吃吧。雏菊送出去后，我的房间就空荡荡了，请老家把班杰明寄过来吧。罗塞塔好像受伤了，没能请他说明事情的详细经过。受伤之后，罗塞塔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总觉得比先前看到的更乖巧老实了，总觉得服装也不一样了。明明他是个不喜欢穿丝袜的。玛丽婆婆制作的红头巾虽然很可爱，但是金发因此被遮住了，真可惜呢。我这样对玛丽婆婆说，她回答我也是这么想。罗塞塔的父亲好像在事故中去世了，对于玛丽婆婆而言相当于半个儿子的人。隔了许久，罗塞塔过来玩了，带着亲手制作的花束作为伴手礼。虽然他好像因为父亲去世感到郁闷，不过正在一点一滴的打起精神，只不过好像常常在自言自语，而且是对着镜子说话。有时候罗塞塔看起来完全像是别人一样，我有点害怕，好像是两年前的日记了。罗塞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他就是一只狼吗？可燃物不可燃。真相在井底。话说回来，这里的后院好像有水井的样子。关于药学的专门书。玩偶熊，他该不就是班杰明吧？锁住了，不需要的东西。需要的东西，这我应该已经读过了。他的日记也太多了吧？杰伊，我要去井底看看吗？还不能回去，我没有要回去啊，我要去井底啊。后面可以走，这里吗？井底很黑，看不见，取水。奇怪，这绳子伤痕累累的话，掉下去感觉会断掉吧？到替代绳子到处都没有吗？有啊，在那个婆婆的房间好像有一个绳子吧。这里，绳子。这样门打得开了吗？果然还是打不开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看井底。取水，把绳子绑在了桶子上。菜刀，为什么菜刀在这里？而且还有血，妖兽。我先记个录好了，自言自语。已经变色了，苹果饭的做法。好像腌制的什么，锁住了。这应该没有什么了吧？这里打不开吧？头痛的药，感冒的药，
创伤领养。这个我们看过了。哎，矿石在小屋中。哦，这个矿石不读，已经读过，还是卡缪读了会不一样。就是这两人是玛丽婆婆，非常感谢您，真的真的非常感谢您，看来非常有感触，搞不好玛丽婆婆自己本身就是狼啊。我不认为他们攻击人类如此快速。这个房间从七年前开始就被关闭了。虽然玛丽婆婆跟我说不用帮忙也没关系，不过那个时候如果能好好的整理干净的话就好了。零散的书页，安心毛毯。借由对某种事物感到执着，得以获得内心安全感的状态。幼年时期，婴幼儿将喜爱的毛毯或玩偶片刻不离身的携带，完全不放开，即是属于如此状态。我是有一个毛毯，也是从小时候就带在身上。对啊，然后我都喜欢叫那个小。就是叫我的那个毛毯叫小被子。通常随着成长阶段便会开始消散，但也有成长后其执着心依旧未减的状况。说起来，我记得女巫小姐很珍惜玩偶，我就是属于那种执着心也一直都有的状态吧。而且阿神也有一个毛毯，然后阿神都喜欢叫他坦坦。狼人症。人类为自己能变身为动物，或者自己是动物，怀抱着此类妄想的症候群。当发病时，便会将自己认知为非人类的动物，并且表现出类似该动物习性的举动，属于使自己成为与虫颈相同的生物的一种行为。另外，动物不限于狼，也是有这种病啊。跟我不一样，我并没有憧憬啦。多重人格，人为了从痛苦的事情中逃离，将记忆区分开，结果分裂成复数个人格的精神障碍。后面就没有，我觉得小红帽、罗塞塔应该就有类似这样的障碍吧。这个呢，一张纸，早晚三次的吃饭时，靠近灯木箱睡觉。这张纸好怀念啊！大约半年左右，我在这里留宿，请他帮我制作抑制病发病的药。半年就让这个房间破烂成这个地步了吗？我，原来就是你。原来以前是你住在这间房间里，就没什么了吧？这边呢？从上个月开始，工会成员行踪不明。这个爸爸，啊？是你的父亲吗？啊，从寝具和寝具中间落下了一把钥匙。餐厅，太好了，餐厅的钥匙。餐厅应该是在楼下吧？哦，这里是钥匙，是这里，是这里吗？还是餐厅在楼上？好安安哦，餐厅的钥匙。只有这个房间气氛不一样，平时的事吗？
好像被祖先们盯着看。